这个就是做炸酱面所需要的一些材料，然后这个绝对是灵魂，没有它这个炸酱面根本就做不了。你们可以截图一下，先把这些不好熟的东西过一下水，焯水焯个两三分钟就可以了。把香味炒出来就可以了啊，现在已经闻到了有一股很浓很浓的香味了。然后接下来让我们来注入灵魂，这个酱可以炒多点，然后拌着，一家人都可以吃，拌面拌饭都很香。这个面我要赶紧吃，因为没有过冷水，所以很容易就坨了。
那我就吃完了，拜拜。